白色蜂窝煤，撒点葱花，小碟咸的，我妈耳朵，植物半丝巾，人肉末，我大姨秘制辣酱，人去骨粥，吃吧，今天就简单吃吧，大姨没上菜市场，菜你就吃去，一吃一个不支持。妈妈，说，这葱辣不辣？辣，你别吃。你没吃过呀？哎呀妈呀，我这个牙露神经了。哎妈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你那看看哪颗坏了呗，就治哪颗呀。不吃饭就好了，妈妈。不吃饭，我他妈不饿吗？你他妈不说给我看看，不吃饭。还能看，你说你不吃饭的时候就不疼了，你看你打孩子干啥呢？明天给你换全口的，看看啊。哎呀，哎呀妈，都给打出来了，吃到嘴都给打出来了，这手是欠。喝个混油。哎呀妈。快拿来，那个不能喝，拿来快来！你给我出去！我寻思真是混油呢，给我吓一跳，还喝混油了！要死你！大姨，我想喝这个。别喝咸。妈妈，你拿这个，咱俩气儿这样。